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水晶瓶多了120米，秒到达战修护。先干一波鱿鱼。双招杀他好像还行啊，啊，其实不用传送，不过他硬要传，那就让他传吧，那就让他传吧。优先传，那就传。我带个眼儿，我也不用带药了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他有闪，我们想杀他呀，不是那么特别容易。直接一 A 往上来，再点点，往前走点点，吃药点点，不交闪可以。这一技能的吸地时间太长了，以前一技能一级就7秒的吸地。兵线不错呀。用不着回家啊，这边把兵线控一下，他回来我们3级，他1级。补最后一下啊，一定要记住补最后一下。兵线在这个位置，他敢上来就一直追着他打。兵线不让他吃，经验都不给吃。经验不给吃。现在，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直接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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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，上啊！你直接捅他！哎，他必死的那玩意儿呢！你就直接捅他，你怕什么玩意儿？这什么皮肤？黑暗骑士，怎么玩？没法玩那鱿鱼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他两个兵，我们23个兵。打他半管血。不可能让他吃经验啊！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那你就永远2级吧，小伙子。这波兵线不推啊，推了这波兵没办法往出推了，这波兵线直接让兵在塔下全死，回家。
出门二级，三个刀，四个刀了，六分钟六个刀，一分钟一个兵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你一个四六分钟七个兵的人，你敢找我打？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个兵，回家。中线继续往回推。此地不宜久留。推推到塔下，我们收完兵再越他塔，就是无限的循环。你想想俺老孙的本事吧！别他拆吧那眼儿，这波不推啊。慢慢慢慢的往前面走，这波兵，然后正好等个点炎，塔下再把他一杀。去修炼个几年，再来招俺老孙。Enemy killing spree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无限轮回，能翻十万八千里。吃个蓝的，吃个蛤蟆，一会儿的，不着急，没到时候呢。行，这波啊，把它推过去。他敢过来吃这波兵，我们就塔下杀他，他不过来我们就吃塔皮。他三级我们七级，直接点炎钻起来，把阿胖溜 AK 带钻呀，打小兵了。哎，怎么打小兵了呢？我摁波浪剑了呀，小失误吧，小失误，问题不算太大。回家三下。鱿鱼这英雄我就发现啊，就是再没装备那伤害也是有的，蓄蓄也比较的高。十分钟
差不多了，这个鱿鱼咱就不管了啊，从现在开始这鱿鱼咱就不管了，让它自己发育去，打个峡谷来。先把鞋出了，然后去下路绑一下。这 ADC 700块钱，稻草人300块钱，这波下路1000块钱，梦魇是800块钱。OK。一打三打不了，你让我一打二还行。下边继续，先出点捡 CD， 咱的 CD 不够。那稻草人非得送，你知道吧？去趟中路吧。Shut down。 哎呦，漂亮啊，鳄鱼！稻草人非得往这送，我也没招，非得下路。先把他们眼儿给排了。这波直接吃经验。哎，这眼儿没排掉，挺膈应的。关键我不知道他哪里有眼儿，你知道吧？这稻草人挺烦人。他脱落了，那我得吃一层了。不知道他有没有闪，900。好，塔没了。还行，杀稻草人给我加速了。这梦魇儿要是来把我收了，可不合适啊，我可不敢待呀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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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卡特来了。飞中。和血战斧梦魇儿。去趟下路，小龙，小龙让我一打三，我打不了啊。
我还得有两件装备，我才能一打三可能。我觉得稻草人带空的。另叫下俺老孙的本事吧！啊，里头有人。哎，我要一圈。把小龙打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俩把小龙打了。这猴吧，不像武器大师，他没有大了，他会比较弱。那武器大师有没有大他都能杀人，杀人比较费劲。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这波啊，这波其实有点尴尬，只能打了，我也没办法。这波应该是死了。他把我跳弹给我打了。下当多少钱呢？啊，远古恐惧下当，那还行吧。远古恐惧下当的是个破符咒，没关系。让他给我恐惧了，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我还得要两件装备才能给他们都打死，还得要两件装备。我们拿钱感觉好慢啊，没什么钱。哦，这远古恐惧区区有点高啊，我挡一下子来。好歹劲，此地不宜重吧。我得要个蟹手啊，那鱼发育的还可以。今天是必死的，这一千块钱不可能让你走得掉呀。非我你没有虚区，我是肯定得杀你。不行，卡特在后边呢。我昨天刚玩的卡特，我知道卡特那英雄没啥伤害，我不用你在那儿。你在那儿跟我放大，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嗯，这把给鳄鱼多拿点人头。呀，给切了。
差点钱呢。先来这个吧。蟹手春哥就行了，没关系，挂机一个其实无所谓，他只要别送就行。他去清清自己家野怪，这都无所谓的。马上来。赵信是怎么被飞死的？我操！哎，这盗匪人伤害有那么高吗？回头杀卡特不行。我养的，对，我养的，都是我养的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2000多。龙不行，给他们吧，给就给。主要是这个稻草人一会儿不行，把鞋换了，换个水银鞋。不行，我担待担待也可以，把他上塔给带了。去鹰才是重重的。没人啊。哪有虚区啊，卡特琳娜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换个鞋吧，之后来个春哥就行了。我现在一个打四个应该没啥问题，鱿鱼不来就行，梦魇来其实也没啥用啊，他伤害不高，他就是有点肉，他们伤害要是不高我就能吸回来。此地不宜久留。100块钱卡特挺便宜啊，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对，你们都别回家啊！这么乐意打团战，我都给你拆了。这么喜欢打团战？在 A 区干啥来了？跟我打，小伙子！你别叫人，俺俩皇城 PK。你要是叫人，这就没有意思了。我有风龙，他们全追你的了。本来是全追我的，那 ADC 一来全追 ADC 去了。追踪啊，中路也没了。打呀，没事，上下路他们不得守吗？小龙可以要，算了吧，我也不拆了。小龙，你们小龙我就打个红。大龙吧，死了两个，伤害怎么那么高啊？哎呀，区区是真有点高。来个韧性吧，这样能减少减少他们的控制时间，搞一个韧性的合计。啊，几点了？完了，12:10了。八级了，这个样子吧，我们还是单带吧，直接中路上高地不好上，那有稻草人儿，看着没？
这个稻草人直接上高地不好上。鬼！怎么的了呢？哎，有点怪啊！假猴给我 A 一下防御塔，别追了！啊！上个主基地啊！你能把上路拆了不？你要能把上路拆了，兄弟，还算有点用，可以啊。你死了其实就死了，这都没有关系。你要能换一个，咱们还赚了，漂亮。出个死亡之舞吧，还剩个主基地了，我再拿下。有龙 buff 没？还有个赵信，赵信有龙 buff。整个幽梦多好，没有用啊。还小龙，有妖气，没有用。我出什么其实都无所谓了，我是需要点肉装的。这样啊，你们打小龙，对面要是敢出来，我就直接把他基地给他拆了，我看谁敢出来。还敢出来呢？打龙来，打龙！别急啊，别急，不要急着出去这波啊。好，三个人了，看见了啊，可以了。我们直接闪现 W 溜。GG!